这次我一定要认真减肥。要多久好呢？两个礼拜好了，两个礼拜，应该差不多。我看看，怎么这么多折价券？这个是什么？快到期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是满100送20，这个是什么？怎么办？我的集点卡，我集了那么久。这个两人同行一人免费，这是200块，不用掉太浪费了，还是要吃吧。喂，维卡，我刚回国哎。Hello。嗨，我好想吃麻辣锅，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？今天晚上啊。好啊，有啦。好，那我待会晚一点来跟你约时间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艾瑞卡，忘记跟你说，我生日快到了。对，生日快乐。对啊，我们是要再约一局啊，下礼拜好了。下礼拜你要约哪里啊？我在想，我想吃大餐。吃大餐。对啊。好，生日快乐。好，先这样，拜拜。拜拜。艾瑞卡，你知道减肥吗？过完年之后再减。你很没有毅力耶。